欢迎收睇无线7:30一小时新闻，我系彭建华。今晚嘅主要新闻有：5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9.5%，新巴、城巴或一加2蚊。政府再派消费券，啱啱转用乐游卡嘅长者唔识得点改登记。详细内容：5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近10%，新巴、城巴市区线或一申请加2蚊，城巴机场线更加加50%。先睇巴士公司申请加价嘅详情。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星期五将会讨论各间巴士公司去年提出嘅加价申请。根据政府提交嘅文件，九巴申请加9.5%，平均每程加大概7毫；龙运申请加8.5%，平均每程加大概9毫子。新巴同城巴嘅市区线所有路线或一申请加2蚊，城巴嘅过境同埋行走机场嘅 E 线等就申请加2.3%。城巴来回机场的 A 线申请加幅最高达到50%。城巴话自1997年年中开始营运以嚟，从来都冇调整票价。至于新大屿山巴士就申请加9.8%。举例来往蓝田同埋九龙港铁站，而家搭九巴215X 线，比起港铁八达通收费要平。若果以申请加幅加价，就要8.8%，同坐港铁差唔多。由鸭脷洲坐城巴机场快线 A10 入机场，就由48蚊变成72蚊。城巴香港仔来回利东嘅98号线，车费会由3.1变成5.1，加幅近6.5%。唯一一个香港仔要落就系呢一架咯，咁所以佢加价冇办法。而家啱啱开始经济好翻，都未好翻，咁样嘢都加，咁人工又冇加，好无奈咯。巴士加價，你周圍嘅嘢都加價啦，超級市場嗰啲全部都加價，你慳得邊一樣啊？運輸署話，過去3年受到疫情同埋其他交通工具競爭，專營巴士每日平均即係有大概300萬人次乘客，加上工資同埋燃料成本上升，當局喺處理加價申請嘅時候，會考慮平衡巴士公司財務可持續性同埋公眾負擔能力等嘅因素。當局又話已經豁免專營巴士用政府隧道嘅收費。若果批准巴士加价，可以透过相关的基金调低价幅。无线电视记者钟卓希报道。转睇下，政府再派消费券，唔少市民呢一年换咗乐游卡，又退翻原先嘅八达通，重新登记时候遇到困难。新一轮第一期3000蚊电子消费券喺下个月16号发放，政府希望旧年曾经攞过消费券嘅市民可以自动入数去到指定嘅电子钱包。不過原來用八達通攞，如果呢一年間換咗卡，包括舊年幾換樂遊卡，就要做多一步。市民要到消費券計劃嘅網站更改資料，咁需要填寫過往登記消費券嘅參考編號。如果唔見咗，可以致電熱線或者係郵寄表格，或者係先預約到8個臨時服務中心，由職員協助辦理手續。喺太子始創中心嘅服務中心就有唔少樂遊卡嘅用戶嚟查詢。我就唔識搞啲上網嗰啲嘢。我焗住都要揾啲兒女嚟搞嘅，冇咗嗰個電郵啊，冇咗個電郵碼，即係 cut 咗個參考碼，以為佢冇得派噶嘛，唔係成日有，唔會留嗰啲嘢喺度噶嘛，點知佢又派，第二次唔會 cut 噶啦。有立法會議員就話，近日收到大量嘅求助，話手續複雜。你冇話對長者啦，就算對一個可能唔係好了解呢一個運作嘅一個後生啲嘅市民啦。其實你好難知道你去邊度揾得翻你之前消費券嘅編號，同埋有機會你真係換咗手機或者冇咗個短信咧，你真係揾唔翻嘅。咁呢個時候你又要打翻去熱線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對長者嚟講比較困擾嘅一個步驟咯。例如可唔可以唔使去填嗰個咩申請編號、消費券編號？因為呢個編號其實同身份證係掛鈎噶嘛。申請人最遲要在今個月29號更改好資料，先至可以在下個月16號攞到消費券。八達通公司由即日開始，去到下個月嘅15號，會先在12個港鐵站安排服務大使解答市民嘅疑難，稍後會在更多嘅車站提供協助。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因應網上搜尋國歌經常出現錯嘅歌曲，政府話已經同 Google 亞太區高層再開會，而近期正確國歌喺搜尋結果嘅位置已經有提升。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Google 一直唔合作，可以考慮透過法律途徑解決。
接连有港队参加的国际赛事播放国歌出错，有意见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主办机构自行在网上搜寻国歌的时候，排在最前的几个结果都是跟港独有关联的歌曲。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回复立法会查询的时候说，今年一月已经跟搜寻器 Google 亚太区高层再开会，而政府资科办已经由技术层面优化工作，包括在含国歌内容的特区政府网页增加相关词汇等，说近期见到在搜寻结果正确国歌的位置已经有提升。不过如果以英文搜寻国歌，正确国歌排名由最高排第三去到最差第五，如果用中文搜寻，头六位仍然是跟港独有关联的歌曲。有立法会议员认同政府的做法，但认为 Google 一直不合作，可以考虑透过法律途径解决。他们需要一些 法令的时候才愿意这样做。第一呢，就不是有好几次的个案涉及一些歧视性的言论是并没有法庭的法令，他们都已经是移除了有关的资讯，有关的内容其实可能是涉及违反国安法的。但去到现在為止呢，我知道執法部，我的理解呢，執法部門就未有即任何執法行動的。咁而家都係先係透過即特區政府去同 Google 嗰邊作行作出一啲商討啦，咁樣。咁係唔係要從法律嘅層面去做啲嘢呢？他提醒政府不要以買廣告嘅方式令國歌嘅搜尋位置置頂，以免助長提供錯誤資訊。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轉頭翻嚟會報道。澳门宾馆凶杀案，被捕的香港男人承认被对方激嬲杀人。美国直工银行存户不信总统保证，继续排队攞翻存款。翻嚟新闻时间，澳门中区宾馆凶杀案，司警调查之后话，死者系性工作者，而被捕香港男人承认杀人，被控加重杀人罪同盗窃罪。驻澳门记者黄伟之报道。被捕嘅香港男人锁上手铐，再被澳门司警押走到检察院侦办。澳门司警喺接报之后两日交代案情。只經過調查後發現，遇害的45歲女人星期日被發現服屍在中區新馬路富都賓館房間的洗手間入面。她2月中租用房間，提供按摩和賣淫服務。45歲港人疑兇上個星期五晚上9點進入房間，逗留30分鐘之後離開，同埋帶走一個行李箱。左邊頭骨上面有15cm 嘅開放性傷口。頭骨嚴重碎裂，相信是由硬物多次襲擊而引致腦內損傷死亡。另外，在沐浴區內的牆壁有多處血濺的痕跡，相信該處是第一兇案現場。他承認作案，他聲稱當被害人提供性服務的時候出現對他進行侮辱，因此激怒了他，所以他隨手拿一件硬物對他的頭部不斷襲擊，故意將他殺死，但他否認是有預謀的作案。不過司警說不相信疑兇的說法，解釋兇案現場有清洗的痕跡，加上他帶走枕頭和死者手機，以及在澳門多處徘徊，9次進入不同大廈將證物匿藏，認為他企圖逃避警方追查，亦都是有預謀，而至今還未找到涉案兇器。司警又話：初步調查顯示，疑兇嘅精神報告正常同埋冇案底。被問到會唔會揾香港嘅警方協助調查疑兇嘅背景同埋犯案動機，司警就話唔排除任何嘅合作。疑兇暫被澳門司警控告一項加重殺人罪同盜竊罪，相關控罪最高可以被判監28年。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黃慧芝報導。謝北京訪問嘅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開始拜訪中央不同部委同機構，先拜會財政部。部長劉坤話：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李家超有好高評價。
列席人大閉幕後，特首李家超展開拜訪部委之旅，首站是國家財政部。財政部部長劉坤接見香港代表團，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等。劉坤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李家超有好高的評價。总书记对您的评价，我们认真做了学习，我也向您学习。我们财政部啊，将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全力支持香港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就感谢财政部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金融中心地位上面，我们确然重视。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发展中心。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的成绩也做了一些我们满意的地方。李家超会在北京逗留七日，星期六回香港，一共有八位局长同行。他在社交网站说，会一连几日拜访不同的中央部委和机构，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議題交換意見。他和局長已經做好準備，據了解他會拜訪十幾個部委和機構，相信是歷任特首最多。無線電視記者葉昭華報導。直工銀行倒閉觸發金融市場動盪，美國聯儲局說要全面審查事件，預計最快五月會有結果。雖然當局強調存款受到保障，但直工銀行外繼續有人排隊攞錢。Your deposits will be there when you need them. 雖然拜登政府保證會為直轄銀行的存款包底，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附近的分行仍然有人漏夜排隊攞錢，更加擔定凳仔。To go in and get the guaranteed amount, at least if. 去到朝早，銀行門外已經出現人龍。星期一接任行政总裁的马奥普洛斯就向客户发电邮，说不单止现有的存款，新存款都会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障，强调直谷银行在美国的分行会照常营业，未来几日亦都会恢复跨境交易。不过事件未告一段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明需要彻底、透明和迅速调查今次直谷银行倒闭。局方委任负责监管事务的联储局副主席巴尔领导审查，预计最快五月一号有结果。外电亦都话，总统拜登政府正调查直谷银行总部所在的加州当局同埋三藩市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管系咪出现咗漏洞，并且审视美国去年开始连番加息之下，直谷银行同埋同样出事的纽约 Signature Bank 有冇接受相关压力测试。直谷銀行股東就已經提出集體訴訟，入禀加州聯邦法院，控告銀行母公司行政總裁貝克爾同埋財務總監貝克隱瞞利率上升會令銀行特別容易面臨擠提風險，向佢哋索償。無線電視記者楊潔怡報導。美國直谷銀行倒閉引發金融震盪，資金流入金市同債市避險，金價曾經升至超過一個月高位。而外界對歐美大幅加息的預期亦都明顯降溫。美國兩年期國債孳息率星期一曾經跌65點子，跌幅是1980年代初以嚟最大。黃金亦都發揮佢嘅避險功能，現貨金連升三個交易日，星期一急升超過2%，重上每安士1900美元以上，係超過一個月高位。有分析話，雖然接連有美國金融機構出事，不過暫時未見到系統性風險，相信避險情緒未來幾日會減退。似乎1900美元樓上都未必企得穩，可能會係唔會再加息，甚至乎出現減息。咁呢個係某個程度上反映咗而家個金價裡面噶。咁但係要留意美國嘅通脹仍然都係喺度啊，聯儲局都會繼續加息，金價有機會會因為咁而回落翻少少。為免金融危機再現，市場對歐美央行大幅加息嘅預期迅速降温。繼大行高盛之後，巴克萊亦都預計聯儲局下個星期暫停加息，示意事態平靜之後再重新部署加息。野村更加預計下個星期會減息1/4厘，再停止縮減資產負債表，即係每個月減持最多950億美元債券，收翻市場資金嘅行動。但係美國前財長薩默斯認為，下個星期仍然應該加息1/4厘，如果唔專注打擊通脹，係重大政策錯誤。至於今個星期議息的歐洲央行，彭博引述官員說，雖然今個星期應該實踐之前的指引繼續加息半厘，但是反對聲音越來越大，市場更加曾經估計加息半厘的機會少過一半。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軒報導。
美英澳領袖達成核潛艇協議，澳洲計劃在2030年初向美國採購最少三艘核潛艇，澳洲和英國亦都打造新款潛艇。中方再次批評三國的核潛艇計劃構成嚴重核擴散風險，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美國總統拜登、英國首相辛偉成，還有澳洲總理阿爾巴羅塞星期一在加州聖迭戈海軍基地會談。拜登強調，三國自前年成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旨在維護印太地區自由開放。三國領袖亦都就澳洲採購核動力潛艇公布相關細節。These subs are powered, not nuclear armed subs. They're nuclear powered, not nuclear armed. Australia is a proud non-nuclear weapon state and is committed to stay that way. The AUKUS agreement we confirm here in San Diego represents the big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s defence capability.In all of our history, strengthening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our region. 三國領袖發表聯合聲明，美英兩國最快2027年在澳洲西部輪流部署潛艇，協助訓練澳洲人員和加強威脅力。而在2030年代初，美國會向澳洲出售三艘弗吉尼亞級核潛艇，如果澳方有需要，可以增至採購五艘。另外，英國和澳洲亦都會打造新款潛艇，佢結合英國新一代設計和美國尖端技術。其中，英國將會喺2030年代尾交付第一艘潛艇，勞斯萊斯集團有份建造。而到咗2040年代初，澳洲亦都會交付當地第一艘潛艇。有澳洲官員話，到咗2055年。核潛艇計劃將會耗資3680億澳元。另外有美國傳媒話，澳洲採購美國核潛艇目的係要威脅中國。而喺北京，外交部再次批評三國為咗地緣政治私利，完全無視國際社會嘅關切，喺錯誤同危險道路上越走越遠。美英澳三國核潛艇合作涉及核武器國家向無核武器國家轉讓大量武器級高濃油。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三国声称将遵守最高核不扩散标准，纯属欺世盗名。中方认为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前，美英澳不应该展开核潜艇合作，并且敦促三国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摒弃冷战零和思维，不做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事。无线电视记者朱少麟报道。下一節仲會報導，內地聽日開始調整赴華簽證和入境政策，包括恢復審判外國人入境簽證。內地進入流感高峰期，快測需求急升，北京部分嘅藥房出現缺貨。新闻时间，先睇下中国新闻。内地听日开始进一步调整外国人赴华签证同入境政策，包括恢复审发各类赴华签证。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星期三开始调整签证同入境政策，包括恢复2020年3月28号之前签发仍然未过有效期签证的入境功能。中国驻外签证机关亦都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赴华签证，口岸签证机关同日开始恢复审发各类口岸签证，恢复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免签政策。另外，內地星期三開始再將越南、意大利、法國和冰島等40個國家列入出境旅行團試點名單，即是旅行社可以經營中國公民前往這些國家的出境團。至今名單上一共有60個國家，不過疫情之前中國公民的熱門旅行地點日本、南韓等地就不在名單上。關於具體的國別，請你關注主管部門發布的信息。中方将继续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
应时应势为中外人员安全健康有序往来做出更好安排。我们也希望各方同中方一样，为中外人员往来创造有利条件。外交部又提醒中国公民在国外旅游的时候，要做好个人防护并遵守当地的防疫要求。国务院总理李强强调，机构改革是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统一。李强主持召开上任之后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将维护中共中央权威以及是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规矩。会议亦都审议通过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等的设置，強調要借呢次機構改革適應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推動市場和政府更好結合。會議又討論並且決定新修訂的國務院工作規則，提交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審議。內地上個月進入流感高峰期，感染率一個月之內已倍數急升，市面對流感快速測試劑的需求亦都急升。據報有試劑比新冠快測貴最多30倍，仍然有價有市。在北京，部分的藥房已經賣曬存貨。駐北京記者陳卓康報導。流感的主要症狀包括發燒、頭痛等。在北京朝陽區呢間兒科醫院，不少家長帶仔女嚟睇醫生。有家長就形容今波流感比新冠感染更嚴重。這個流感，感覺比这个去年的这个新冠还要严重一些。其实我家两个孩子已经有一个已经得了，已经新冠的时候，他那个发烧也就大概一两天吧，现在就3-4天这发烧，我觉得还是蛮严重的。流感好像烧得比较严重，烧到40多度，大人还好啊，我们倒是没什么问题，就小孩好像比较严重一些。据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上个月27号起，计一星期内接获了720宗流感样病例爆发疫情报告，比上一个星期多了近80%。而感染率亦都由上个月5号唔到1%，急升至今个月5号的大约41%。最近这3年呢，我们这个抗击疫情、新冠疫情的时候，大家防护的非常好。而既往呢，每年都有流感的流行，本身呢，它这个就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很多人呢，3年没有感染，那么再次感染就容易变重。流感快速测试剂的销售市场亦都受带动，北京多间药房的感冒药存货充足，但是流感快测已经断货。有药房职员就话，近日每日平均有几10人想买流感药物和快测，不过快测包上个星期已经买晒，暂时未知几时补到货。这一类快测的售价一般是50元人民币以上，比使用方法类似的新冠快测贵最多30倍。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内地的幼稚园、中小学和大学即日开始不再强制戴口罩。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发通知，说各级学校的师生可以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和意愿选择是否戴口罩。托兒機構的職員和幼兒在出現新冠陽性的時候，應該暫時居家治療直至康復，而非疫情流行高峰期間大學要進行面授課堂，不允許封閉管理。內地近日強化自媒體的監管，強調要從嚴處置自媒體造謠、假冒、違規經營等的問題，並處罰管理不力的網站平台。駐廣州記者鄧潔瑩報導。自媒體近年在內地盛行，自媒體即是指普羅大眾透過社交媒體等平台分享個人觀點、作品、自制影片等內容，但部分內容不時被指誇張或者失實，內地民眾有沒有遇過呢？最誇張的呢排啊，專家話我哋食飯就可以充飢，係最近先發現咯，咁肯定會噶啦，咁自己大眼嚟睇咯。不可以話佢播乜嘢你都信乜嘢，可能啲內容係照搬啊，或者係抄人哋啊啲咁樣。中央網信辦近日展開為期2個月的自媒體整頓行動，重點針對社交媒體、短視頻、網上直播平台等自媒體的違規行為。
打擊自媒體造謠，包括編造虛假事件、離奇故事、集合舊聞舊事冷飯熱炒、盜讚老一輩革命家詩詞或者言論，禁止自媒體惡意炒作、渲染悲情、煽動對立、製造損害中共和政府形象、干擾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害資訊，同時要從嚴整治利用弱勢社群博流量，包括利有老年人擺拍、開直播、騙取網民打賞、捐贈等等。當局要求各地網信部門要督促網站平台要從嚴處置屢教不改的自媒體，對管理不力、姑息縱容的網站平台依法採取限期整改、罰款、暫停相關功能等處罰。無線電視駐廣州記者鄧傑瑩報道。內地有日本旅遊書以靖國神社作為封面，出版社已經要求停售。呢本由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喺2014年出版嘅日本旅遊指南，近日有人發現封面當中出現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嘅靖國神社。出版社今日發聲明話，高度重視事件，承認選取封面圖片審核唔仔細、把關唔嚴嘅問題，已經要求停售，之後會回收同銷毀，而且會嚴肅追究有關責任。轉睇其他消息。在體育比賽，除了個人能力、訓練量和環境等的因素，參賽戰衣亦都是其中一個影響表現的因素。有機構就為港隊運動員設計高性能運動服，期望能夠提升運動員的表現。這一件運動衣是蛙艇運動員在前年東京奧運比賽用的戰衣，主要是以尼龍等人造纖維製成，看下去和普通的運動衣沒什麼分別，但是當中的紡織技術是決定運動衣性能高低的關鍵。其實高性能的運動服的話，那個開發或者是我們怎樣去幫他們做，其實我會說是一個系統工程，就是從基礎的他們的需要、他們比賽的規則、他們訓練和比賽的環境的條件，然後我們會考慮他什麼材質會適合佢，包括埋個布料嘅結構嘅設計啦，係咪需要一啲功能啦？然後嘅話，用點樣個 design、點樣個 structure 結構去製作呢件衫啦？我哋都會從多方位去考慮嘅。團隊會喺實驗室測試同埋評估布料嘅材質同埋結構，從布料嘅手感、輕巧性、柔軟度等方面，選出最適當嘅布料同埋紡織方法。好似蛙艇的時候，由於肩胛骨位置會有大幅度的動作，衣物長期摩擦皮膚會造成損傷，所以比賽衣用無縫連接的方法減低摩擦。Even 係一條縫線啦，嗰、那個衫嘅一個紙樣啦，我哋邊啲位需要鬆，邊啲位需要緊，同埋咧點樣從成個材質或者係一啲幫佢散熱啊，佢需唔需要邊啲部位有啲支持啊，一啲唔同嘅功能方面咧，俾佢係個人化，同埋係每個身體部位咧係一個 detail， 一個唔同嘅具體化嘅設計。除咗蛙艇，團隊都曾經為滑浪風帆、劍擊、田徑等隊伍嘅精英運動員開發高性能嘅運動衣，希望未來可以提供更高性能嘅運動衣，滿足市場需要。無線電視記者林希華報導。睇啲金融行情啦。恒生指數今日收市報19,247點，跌448點，總成交1308億。歐洲股市，倫敦富時100指數升緊8點，巴黎 CAC 指數升50點，德國 DAX 指數升150點。轉頭會報導，房協推出紅磡長者屋，最平120萬可以終身居住。嚟到最後一節新聞，房協推出紅磡長者屋豐怡居，有312個單位，最快年中入伙。60歲或以上長者可以申請，租住權費由120萬至到265萬，可以終身居住。位於紅磡理工街嘅豐怡居有一房同埋開放式單位，面積由235至到403尺，供1至2人入住。
年滿60歲，在香港居住滿7年就可以申請，按年齡有不同的資產限制，繳付一次性的租住權費就可以終身居住。而租住權費按年齡和單位類型釐定，最便宜75歲以上開放式單位大約120萬，最貴的要265萬。半年內一筆過繳付可以有6%的折扣，以及6個月豁免綜合服務月費，亦都可以選擇1年分期付款，頭30日先繳付20%首期。而每個月綜合服務月費大約2000多至3000多元，包括管理費和醫療團隊費用。入住的長者如果出現不舒服的話，在房裡亦都設置了緊急支援系統。禁國際之後，大廈入面的醫療團隊就可以即刻上訪，為長者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項目亦都採用諾靈科技和長者安全設計，例如無火煮食、房內外設扶手等。豐宜居一月落成，是房協第三個長者安居樂計劃，連同大約10年前推出的長者屋、將軍澳樂宜居和牛頭角的彩宜居，合共800多個單位。房協話目前仍然有大約500人輪候。如果我哋真係好幸運地，我哋好快可以吸收曬即係租曬呢310個單位。咁其實我哋嚟緊仲有其他嘅項目嚟緊嘅，彩怡居、樂怡居咧，如果有一啲退翻嚟嘅單位咧，仍然佢哋都可以選擇嘅。房協星期五會開放豐怡居示範單位俾申請人參觀。無線電視記者彭榮希報導。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批出第一個酒店轉造青年宿舍項目，獲批項目由香港青年聯會和幾位集團合作推出，位於銅鑼灣摩利臣山道的酒店一共有97間房，提供最多194個宿位。青聯話會為青年租戶提供參與社區外展工作的平台，建立對社區的歸屬感，並透過青聯的會員網絡提供生涯規劃、創業等方面的支援。施政報告提出資助非政府機構租用合適酒店和旅館轉做青年宿舍，目標5年內提供額外達3000個宿位，計劃1月初開始接受申請。7:30新聞報道完啦，再見。